气都打开了。在桃园这家五金百货，一口气装了20台冷气，同时打开，同时运作。你可以想象，他们很凉，别人很热。连距离6米之远的店家都感受得到了室外的常温。在他们开冷气之后呢，要提高了2到3度。大家都抱怨这个店家把冷气留给自己，热气留给邻居。这栋位于桃园的五金百货让附近邻居很头痛，两排冷气的抽风机不停转啊转，光是一二楼两层楼就装了1、2、3、4、5共20台的冷气。对啊，他来就这么装的啊，很夸张啊。客人说对面怎么这么多冷气，他说很夸张，怎么装了这么多冷气啊，那是不是热气很多？如果20台冷气同时运转，散发的热气足以让温度提高2到3度，而且这股热气连距离五金百货约6米的店家都感受得到。以1台3吨的冷气来计算，连续开1个小时就会排放1.8公斤的二氧化碳，20台冷气就会产生37公斤，得靠100棵桉树才能吸收。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对，不错，没有用到那么多吧。看看五金百货里面冷气口相当密集，为了维持百货内的舒适温度，业者一口气装了20台冷气，但可把外面的人惹坏了。中央新闻黄主华高玉玲桃园采访报道。